快点好起来吧，只要你好起来，我再也不生你的气了。真的吗？你醒了，你终于醒了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 我现在就去找老六过来，啊！没关系，我刚才见到阎王爷了。我跟他说，我在这世界上还有放不下的人。他说，行，看在你长得这么帅的份上，我就再让你多活几年。你是不是傻呀？ 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贫？丸子，我都想好了，只要你想离开这里，我拼了命也要给你送下去。小宝，我真的不想看见你这样，这些都怪我，要不是我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吗？别瞎说，我能替你挣脱。 我开心还来不及呢，再说了，而且老六一定会有办法的。他一直都在想办法，我们的毒一定会解的，一定会的。没关系的，我这辈子能看到你这么担心我，真的值了。好了，丸子，怎么了？快扶我去老六那儿吧。 不行，你在这儿休息，我去帮你找他。没关系，我自己去找他就好了。谁让你下地走路了？这样会加速毒素的蔓延。你好了，老六，解药有没有出来？药我倒是配了一份。 但不知道有没有效，不过先试试吧。有没有效我都不怪你。我去煎药。切记，三碗水煮成一碗，一定要文火慢煮。好。来，不是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老六，你帮我个忙，我想送小丸子下山。 可别，你不想活，我还不想死呢。这事让大当家知道了，那还得了啊？老六，我尸已经不多了，我不怕死，但我怕小丸子他没有人保护，所以我要送他下山。说吧，怎么帮你？你给我搞个特效药，这样我一定可以正当下山。如果强行下山的话，不光他下不了，你也是必死无疑。我愿用我的一线生机来换小丸子的安全。他怎么就把你迷得连命都不要了？求求你了，这救我吧！好，你的命你说了算。 好看吗？好看，怎么看都看不够。那你就等六哥找到解药，把你身体养好了，好好看。嗯。丸子，你要是能下山的话，你有什么打算？ 我想去一个有海的地方。我听说，海边傍晚的日落，连阳光都是金色的。丸子，不管你去哪儿，我都希望你可以幸福，找一个好男人。
认定你是一个白首的愿意用性来守护你的男人，无惧一场用一生换衷肠，为念着思量跳吧，太倔强，纵然青丝两行月影成霜，你身上我生死何妨，只怕不